进厨房啊，都已经啊发霉生锈。是啊，网购了这个咖喱物，今天吃咖喱物。我们今天就自己煮日本咖喱吧。OK。Bento，材料有火锅猪肉片。不多吧？哦，萝卜一根，有苹果啊 ，onion，还有一包的那个咖喱。这个是自己网购的哈。开动。开动。首先啊，我先把这个萝卜皮削干净，这萝卜要切成丁啊。萝卜丁？嗯，萝卜丁，切小粒小粒样子。萝卜头？萝卜头你的屁呀！萝卜丁？萝卜丁？萝卜头？对。萝卜条？这个比较花时间，是在准备。第二个，我们准备啥呢？来。啊？是想分享，不是教学。给弄好之后，中切一刀，小心手。我们切成筷子哈，还能切块。我觉得加进去就是那咖喱比较香啊，之后也比较甜一点，最重要是香啊。用苹果丁还是苹果泥啊？我用苹果丁。因为其实是你比较好吧，不过煮下去的时候苹果有时候都看不见，你可以吃到那苹果的甜味香味，香甜哈。嗯，有些人哦，我看那些日本人啊，他们做那个日本咖喱哦，还有放那个巧克力哈、哦、嗯，我们把这个也清一清洗哈。哦，也是我悄悄洗的，下开锅了啊、哦、把油烧热、嗯、好，油热了之后，我们就把那个刚才切的 onion 放下去。Hello， 这一套食物啊，应该是要煮的话，半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来，接下来把火锅猪肉片切好了，也放进去。我们就加一点水下去，再煮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把那个咖喱料也放进去。接下来我们就咖喱料，这是没有打广告的哈，没有收钱的哈，是我自己用啊 ，for personal use。哎，我觉得因为这一包，我觉得是可以用两个人的分量啊，所以今天我煮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煮两包下去吧，那味道就比较够。好的。因为它里面是这样的 paste 的，不是粉的，是 paste 的。开一点，开一点，看到吗？它是咖喱 paste 的。再煮两包的话，不是就比较够味，之后大家吃的也比较爽咯。就把它给搅一搅，拌一拌。拌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刚才我们的苹果给丢进去呗。OK， 苹果。哎呀，漏掉了马铃薯啊！是啊。马铃薯丁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不对。马铃薯丁进去，还好不会太迟啊。我会做一点寿司当做是我们的配菜，说寿司呢我们就放点醋了，把这个饭点捞一下，等一下是备用包寿司用的。噔噔噔，没有人跟你玩啊。噔噔，这个寿司是我们的配菜吧，算是。寿司呢，最重要就是紫菜还有米饭，馅料随你喜好。我们就因为今天吃咖喱了嘛，所以不是那个寿司方面呢，我们不要做这样 heavy 的寿司，我们就做普通的 avocado 寿司就可以。不过包的时候注意就是米饭不要放太多，不然的话一下包不上它就会包得不漂亮了，要铺到平平这样子。到上面这边你就可以摆得上一点了，没办法，我要用手了，你要看我拿这个吗？哎，放在这里，把刚才切好的 avocado 放在这里，好了过后我们就拿这个美乃滋 mayonnaise， 这个牌子特别包寿司是特别好吃的，在外面的日式餐厅他们也是用这个来包的，没有错的话，首先
就要把它这样子按紧一点，按紧了过后就翻，再按紧一点，然后再来 OK 都卷上去了，这样子的寿司就出炉了，出炉了。首先中间切一切，你知道什么切中间吗？所以它不一这样多切的时候等了全部扁，是因为我要把两个要分得准准好，所以中间切一次，这边中间又再切多一次，这大片啊，它的每一粒啊都是会一样大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出炉啦，日式咖哩饭。